反正上人有这个慈济给我做。嗯，我以前哦也是习性好坏，啊，不许都要跟人家比较啦，啊，计较啦，啊，每次我都想爱那个买好的东西。我进来慈济哦，已经20年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啊，从我以前就爱金嘛，我金嘛买买的，啊，整咱师傅迄阵啊，你要去病院，我就把那个排档布箱弄个买来关关去哦，功德款。我即马已经交五代啊，我妈妈一代，我一代，阮囝、阮孙、阮家阮孙，啊，我会阁甲交代落，我会写遗书，讲子侄，那第二恁一定代代拢爱交落去，袂用个甲我无交子侄功德款。功德款绝对袂用等代代来落。慈济人啊，慈济情啊，很多的慈济人无不都是呢跟师父有师徒之缘，因为大家都是资深的慈济人，付出人力，付出金钱，真正的呢无所不有，都是呢无私大爱的付出，付出无所求，还是做的呢心安呐、啊、欢喜啦，所以没有间断这种爱心，所以这样的情拉长情啊，不断的付出力量，扩大爱，累积了几十年啦、啊。所以年纪在那大啦，年长的啦，年老的啦，自然法则啦，总是呢频频传来啦。接到了两位很资深、很投入的菩萨，已经呢轻无缥缈了，安然过去了。一位呢是高雄吴天慈居士，我这一回到高雄，就是过年前我到。过勇气，他还坐在我的身边。他在那个时候就跟师父说：“师父啊，我身体不好，会稍微有积水不了，积水了，有错啊啦，啊啊，无较好啊，应该无什么大毛病，无代志啦，给你祝福。好，感恩上人。”在大人在看伊个慢性心脏衰竭啊，啊，这两天药啊较无食，啊，所以就是有积水啊，有较喘。我即马叫伊紧转去厝，啊，把药啊摕来食就好啊。药啊一定爱吃，所有逐天都在吃。好啊，你讲。哎，阿辉帮忙。他一生中为慈济做付出真多啦。好，师父这回要做啥物，我都管偌济出去。师父嘛讲，己做己得，家己做家己得啦。所以他真慷慨，都是安尼伫咧付出啦。那虽然呐、啊，他安尼轻无缥缈啦，真轻安。那这真短时间，真轻安，困中啦，就安尼。去啦！我讲吼、哦，为伊庆祝，真正的我要祝福他。这样呢，那样的清安呢，无有心痛，无有拖磨，这都是福。还有呢，咱翠霞，他是李大亮，厦门迄个时，他。太舒服了，要去病院啦。迄个时，他吼、哦、投入啦，
迄当阵伫咧看无吼，真侪故事啦，都是密密青青啦，安尼呢去劝募，那一枚沙他都要买转来，那点点滴滴滴啊，疼人笑人，结真济好言，无不都是为自己要做代志，所以度众生啦。他也是很清安飘渺，这两位弟子啦，已经呢将心为主者，这样的付出，他们为人间呢结了多少好缘，自己也见证了多少慈济人为他见证，见证，那个看到了，证明他们怎么做，舒服的保养，保养他们，不是空的，是真实的，他们都脚踏实地做出来的，啊，真的是要赞叹他们的话啦，讲不尽，他们为慈济付出呢，真的是值得我们来赞叹。感恩啦，人生已经过去，但是舒服啦，相信您是笑着来啦，所以呢，是被某一个家庭接到啦，他见人就笑，应该就是华喜菩萨化到人间，那个家庭呢？也是一个菩萨家庭，真正的心入法入伊的心呐，带着菩萨道呢，铺路到了迄个家庭去啦。感恩呐，啊，感恩他的一生吼，很齐全的完成呐，啊。菩萨真正的堪得赞。看哦，那他起来，那大体也都回来，两位都回来了。这要是要告菩萨法，用伊的身躯，和大医王呐，未来咱的学生，将来的医生，可以在他的身体上去体会到了五脏六腑。有啦，将来伊要救人，要安怎样开刀？开刀要安怎开？那或者医生会当了解生理，这个身躯啦、身体器官是安怎行、安怎走？这种真正的对医学教育啦，是真大。所以讲吼，一生啦，做到呢最后一口气，连大体呢都还是呢尽他的这辛苦的价值，这嘛报父母恩啦，也要为自己呢累积啦功德，也是带了这一份的华喜到了其他的家庭去。真价值啦，所以我甲伊讲吼，哈，有价值啦啦，咱爱甲祝福，咱安心啦，是啊，安心。所以呢，感恩啦，菩萨们，人间呐，总是呢要把握因缘呐，要把握身体生命的时间，多祝福人间。看看救灾救难，慈悲喜舍，四大平行去付出，亲像托尼基，这不只是干那一时的救灾，还要安顿他们的生活，这个安住的地方，还要让他们呢短中期的生活。
这都要去帮助他们。一旦大灾难呢、啊，就是大能量的付出，这都是我们要平常的点滴点滴的累积，才能及时的信心去付出。所以说，信愿行，咱平时爱相信这个方向。佛陀的教法就是爱咱慈悲喜舍，所以相信佛陀，甲咱讲人间呐、啊、无常，苦空呐、啊、偏多，所以需要人间行菩萨道。